好，我们上课。来，我们今天接着讲孙过庭出书谱第75单元。上礼拜讲到安有体哉，然后哪里有什么所谓的书体？那我们接着今天接着讲，夫运用之方，然后运用夫运用之方，光之罗说哈，讲的文绉绉的，就简单的说，就运用的方法。哦，你要运用用技巧啦，或者说笔法啦，哈、哦，运用的方法。那虽有己出，哦，虽然是自己的一个概念，哦，自己的意思去做一个书写啊、哦。那规模所设，哦，也就是说，虽然是用自己的概念去书写，但整体的概念啦、啊，它的规模啦、啊。如何去设立建立信属目前那却是当前的要务，就是说你在怎么书写的状况下，你要自创自己的书体风格，你还是要维持在传统的一个概念里面哦。那差之一毫，这个毫，这个毫它不是豪豪爽的豪哦，应该是毫厘的毫，下面应该一个毛哦。差之一毫就是说落笔相差只差一点点哦，点画之间只相差一点点哦，那失之千里，就它的效果，它的美术艺术的效果就会落差很大，然后就会相差很远。那苟知其数，然后假苟就是说假如哈、哦、不知道不懂得其中的奥妙，其数数就是奥妙，不懂得其中的一个概念啦、啊、技巧啦、啊，事可兼通，哦，事可兼通。你就是说，你如果可以去了解这个概念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众家，就是说各书家的一个技巧可以去兼通了，哦，可以去并用、去兼用了。那后面心不厌精，这我们下一次再来讲。啊，心不厌精，后面这边再来讲，因为心不厌精完后面还有一些遗损的哈，所以反白的那一些什么，规矩暗于胸襟那一些，那个都是漏字的哦，手不忘熟啦，若运用精于精手，这个都是他已经有遗损的，那这个我们下礼拜会讲到这边。好，那么接下来针对这几个字来做一个示范说明。来，福跟运它是一气呵成哈，我们要照它概念去把它做。那运的部分，它有一些下方有一些榫体的部分哦，那它有一些折痕哦，纸张折痕，运的那个第一笔画的宝盖头的部分哦，那个帽子要到折的地方有一个凹洞，有没有？对，哦，那个折痕造成的哈、哦。来，符的部分，飘笔拉上来哦，揉一点点，然后这里上去直接滑下来，落转折，好，这里停顿，停顿完它直接带下来。弱弱的带下来，停顿上去，这边的折笔不用去管它，你要去做也 OK。那一般来讲是不用管它，带过来这里再传下笔，好过来，这里直接挑上去一个竖笔，推上去，挑上去又推上去，又直接刷下来。好，那这边再拉过来，错字边停住就可以了。哦，运的部分，符的部分，我们。很简单概念就不再讲了，运的部分我们再讲一次，这样子过来以后，然后一个两个写一个斗的概念上去刷下来，好，错字边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这运的部分来用侧锋入笔，也侧锋收笔，停住，好，转中锋，停住，拉下来，上细下粗，这里往左带再拉起来，带下来，偏左侧，好，这里一、二，那这里有一个带笔的动作，好，带到下一个笔画，来支，
平推，好，拉下来，那这边直接重一点点下来转折一下，这一也是折痕造成的哈，这边再拉，哦，这地方也是折痕造成的，特别去注意到。来方两个笔画而已哈，点跟横折勾，它把它整合在一起的下去，所以这里逆笔过来直接拉上来，好，直接跳上去，跳上去以后切笔逆笔逆拐，弯腰大一点点，然后停住直接拉勾，压下去逆时针戳了，哦，比较果决带下来就可以了。来，虽然的虽。这边的结构特别去留意哦，哈，不要把笔顺写错了。好，压下来以后上去顿，然后往下再拉挑起来，再压下来，再拉上去。这个地方它这里有凸出来，很多以为是这样拉起来再点一下，不是哈，是直接这里拉往左下右下角拉再挑上去的。来，这带上去以后直接逆笔给你乱。那下来这边有折痕造成损杯的哈，直接带过去上去压下来，好，上往右下压提一下，这边有折痕啊，这边有折痕。来，虽有它的有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已，压下来直接绕圈圈，上面细转折下来变粗一点点，再往内带横笔往下沉，右下收，再直接上去推上去拉下来停住就可以了。来，急飘上去搂的下来，往上跳上去再压下来，好，重停一下慢慢挑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一急，来这一上面出路，出路的出哈，出门的出。来，哪个笔画先？嗯，竖笔还是竖折？竖折。哦，这边是竖折哦，按那五度哦，往上拉回来，中锋下来，好，往上挑再拉过来五度，停住，右下收，哦，这出。那我们在写出草书的一个写法是一这样子，好，这个是逆时针，这个是顺时，这也是逆时针，这个 是往左下，这是往左上，好，两个概念不一样。来，归左边的夫哈，这边飘一下呀，飘上来停住哦，顺时针起来，这边直接下来顿下去以后拉箭，这里压一下再走，压下来再提，侧拉中翁挑下来，这边的纸张折痕不用去管它，停住哦，这里有一些坡子有没有，那个纸张折痕造成的不用去管它哈、哦。来，磨的部分右手边的磨把它记住哈、哦，那这个这边来讲是竖笔形象拉下来，好，这里顿往上挑，好，轻点重压撇带过来，再从上去揉一点点下来，停住上提压下来，写一个起的概念拉下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规模的模，来下一个，所以的所，那个所一样哦，下方那一个横的部分哦，点点点点撇那个地方、哦、那边一样有折笔，好，横笔这里一样有一个折痕，不要管它，带过来起来，这里这边是因为有一个折痕出现啊、哦，都在这个条线上面，所以这里折痕也不用去管它，照正常去把它带过来。好，设计的设，来，柳叶笔柳叶竖压拉下来，左边带弧度，右边是直线哈、哦，拉下来直接点提重的顿，再往右拉下来变弱，好，这里直接压下来就好了。哦，这边一样有一些怪怪的折痕，都不用去理它，那都折痕造成的。来，信用的信，
侧翁转中翁，这里三角点再往左下提，肚脐下有一个小折痕，有一个小转折，这里特别去留意，不是一笔这样下来，它还是有一个小折痕，这地方特别去留意一下。来，属鱼的属，第一笔画横折的部分就是狮字部，这里就狮字部，就是这里，那里面很多横笔竖笔，所以它直接把它写成好像我们在写腕的感觉，上去刷下来，提落压提折再拉，这里一样折痕造成的。这个地方就是下面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那这个地方就是这里，这里，那上面这里好多横笔，它就一个横一个竖去代替就好了。来，再来自然的字，这里轻压一下，那顿笔拉下来，那再从这里带过来弧度，是目前的目，目前的目。那样那边一样是折痕，来就不要点了，来直接一样侧翁转中翁，微微的往右带，好，这里折痕造成不用管它，落下来顿往上提，写个三，好，拉下来就可以了。这里如果多一个撇就字了，那木有些它会直接就把这个三变成是这样子，直接这样子带下来也 OK。好，所以木日都有这样的一个写法，要看其他结构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尤其如果说它在偏旁或在下部分的话，常常这个木会变成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的写法也可以当日。当日也可以，当木也可以，这部分特别去注意到。来，前面的钱多几笔先下，横笔留意，尖出尖，这里再回来压拉下来，顿拉过来，这边平一下，再压侧压，再往上，这个地方去注意到这笔。最后这一笔就是刀字边，那这个地方就是月，那头这边是两点一横，这部分可以特别去注意到。来，叉头不起了，上头已经损铁了，那照以往的概念带上去，这样子带上去以后，这里会直接下压，弱弱的压过来，顿。好，这里拉下来绕圈，顿一下，好，压往右推，这里再接带过来，绕圈完一个两个一个两个，就直接往右带了，这个地方可以特别去注意到。来，支点往左下带，拉下来带弧度，好，弹一下，稍微揉一点点带过来，这里有点带点小弧度。来，一二三的一没有什么了，压下去后面重，好，揉的转回来就可以了。来，好的部分上面是一个高，高的部分点，然后这里重的上去拉过来，这里是口的部分，然后再拉出来，这里是外框的部分，带上去，这个是高。好，再来直接臀的横笔直接省略了，直接顿过来拉回来，然后这里一二，这里撇进来，这里再压笔出去。那我们写快一点就这样子的，来点，好，上去拉过来，这里直接就这样带过来都没关系。好，这里我也可以这么去带，这个地方变化很多哦。在臀的部分，我也可以这么去带，懂吗？里面只带一个点也 OK。变化上很多，这部分可以稍微去注意到。
来，下面一个，啥米？是哦，来，这里是撇的部分，带横笔，好，上去直接刷下来，顿，顿，然后这里有折痕，不管它，这里有一个带笔的动作，再折痕的部分，好，来吃，轻重我赶快了，这里粗的细的到处，这里有折痕，带过来，再压下去，折痕的部分再带过来。来，千里的千逆笔哈，撇带过来，好，弧度下面直的停住，上去偏下方停住，这里让折痕，不管它了，直接提来就好了。好，千里左竖又不见了哈，但这边左竖是有出来的啊，左竖那个点就是左竖的概念了哈。过来，折过来，挑，好，这里一样上去，这个就左竖的概念了。上去直接侧锋入笔，右啊，刷下来，好，再上去，重的压下去，这里折痕造成，不管它，往上提，提按，再带下来。哦，这公里的里，那墨呢？下面再接个土，左右两点就好了。哦，直接这里带下来，在左右两点，中间的四点火就省略成两点了哦。来，狗字，两个字是连续的，我们就把它连续写。好，这里带过来，这里侧锋下来哈，加右了，垫起来，这里压一下，带过来，细直接带下来，好，重新下笔没关系，停一下，折痕造成弧度，这边折痕右起来。好，往左下压，再带上来，带出来，那带到支，停住，上提，直接推下来，直的刷下来，再转折，再弧度一点点，这边一个折痕，右等来，往上提，啊，狗支的部分，来，再来，没去啊，没安怎？整个都不见了哈，我们就以残余的概念，那把它以往写在最上头的写法，这里带过来，好，上去，好，这里接拉下来，好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来，接下来呢，直接刷下来，好，那这里过来逆笔。上提落弧度刷下来，好，接带拉上去写个三，好，压一下带过来又带到高，来这一上，啊，适合的是哦，那里面哎，右上角的结构等同也是高，哦，所以点这里再拉出来上去顿拉。好，这里它只是一个点，再带过来错字边停住就好了。高的话我也可以这么去写哈，我也可以这么去写，哦，也 OK， 哦，也可以这样变成一个点，所以这一个高在一个错字边就适合的是，来过来嘞，都没去啊，啊，它以往的概念压。上提，这边以微微的绕个圈，安内德啊，哦，他以往的概念，就这样，对，可以的可。那这里他大概以往他这边都会用张草的概念压往右上提，一个三角形的概念，然后那这边他就刷下来上去转个弯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这里我可以凸出来没关系，哦，可以凸出来，或之前讲的我可以直接。这里带过来也 OK， 我也可以让它从中间带过来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写的比较夸张，变成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注意。来，先通最后两个字，读啊呵。来，这里细细的
这里种的秧再拉下来，好，这里逆比拉上去，秧这里比榫铁的关系拉进来，顿，好，这边直接拉出来，秧又撇出来，压一下，再带弧度往上提，啊，尖通的尖。来，今天讲的最后一个字通，楷书入笔，上去搂一点点，拉下来，刷下来，往左上再提起来，顿一下，落的，因为这里有折痕，停一下，拉起来，带到竖笔，哦，带上来，竖笔刷来，好，起笔上，右往左带，这里就这样停一下，好，停一下再提。往上挑起来就可以了，哦，这里是一笔完成，上来到这里是一笔完成，那这里是断笔后再去接，那这里让断笔再去接，所以它这个笔画是由右至左这样压下来，会有这样的一个姿态，哦，会有这样的一个姿态，特别去注意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孙过庭书谱就讲到这边。